就是 Quick 的那个1304浅色灰橡。那今天一样有用小圆弧收边，啊，这是餐厅，那这也是厨房的部分。那厨房的部分瓷砖部分是用 silicone 收边，厨房。那今天比较不太一样的是，客厅的踢脚板是选择白色紫松的，其实搭配起来也是非常好看的。然后这是房间。房间的厕所部分这边用铝质收边。那这边都是小圆，然后这边是墙壁是踢脚板，原厂踢脚板。然后这边是用那个小圆弧收边。好，那这边就是客厅的部分。阿伯，好。你等下，你跟我落来地下室啦，吼。